今天有哪些事儿？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下面来看吧。继续摸，摸几张一个。没有的是不是要扣他呀、啊？那我还再出个红色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自己这个不是，你说。来，我们猜拳，看谁先摸吧。上吧，上来，上吧，先摸。做剪刀布，猜拳谁先摸吧。来摸。哎，谁快一点？别等。摸几张？七张。放快节奏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漂亮，漂亮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把我的风衣拿来。没说，没看我要风衣吗？吃个巧克力。好，没有七张，让我讲话。没有七张，没有七张，还没有七张。你们不摸吗？还没有七张，摸了，摸了。你最后七张，你有了？哪有啊？他现在六张了。我说你现在有了呀。摸了，没事没事，就先。OK OK， 来来来，开始啊，开始啊。哦，蓝色加二。你有加二吗？你给我停。你有绿加二，你要加二，你绿色加二也可以出。那加四张对吗？对，加四张，还有加二。为什么呀？没加二，加二就摸四张。那我可这个不能出，只能出加二，摸四。我的天啊！那我讲话。那我现在出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。是吧？对。你还有绿色吗？我有七种颜色，我加二。绿色加二，加二，又加二，现在就累积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加二，又加二出。六张可以，只有打工那盘反转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那加二的时候，那我出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加。不可以啊，你要摸六张。给他下两个。先摸呗。然后该我出了是吧？对，出。这个不是把坑挖给我了吗？自己。出红。二。红二。加哦，红二。红，我加四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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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变色，现在什么颜色？现在是绿色，这个是变蓝色。下家公司变蓝色，对，还是加色。所以现在这一圈就是蓝色的吧？对对对，先赢。那再变颜色，可以。然后小凯可以质疑你了，因为这张牌就可以质疑。质疑他变黄色。变黄，好。黄色吧，黄色系。黄五，黄零。黄陵绿呀，就跟着去吧。我变，现在就变成绿色，你得出绿色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变？我出绿色零，数字零，绿色零，所以你数字加绿色。绿色，这个绿色，加二是绿色啊。四，我摸，你摸是吗？绿色吗？再摸，快，我摸。现在就弹出来了，到我了，对吗？绿色，绿色，我可以出这个，对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小马哥，小马哥都转不住了。小马哥，跟我是吧？有人跟你说一个。来，他可以变色吗？不变色吧。我不变。不变。根据手里的牌，一张给人绿色，一张100块钱绿色，谁剩的多给的多。啊。你不能说。哎，来，小马哥继续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感觉是西边打成了地主啊？等一下，我没有招被你摸他，你就摸四张，除非你也有，没有，先摸四张，除非你也有加四，是吧？要不要变颜色？我现在要变成红色。他肯定有喷那么多牌。我有，我出了，我做了一把扇子。你先出红色，二或者加五冷。啊，无了，我摸，你是看到了红蛋，没有，小宝哥，红，然后我出红色对吧？你完了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反给你，反给我，然后你没有红的你摸，我摸，
我怎么一直觉得反色？我没有没有没有红色。哎，我可以再反回去吗？现在我如果你有红的那个反可以。我又。摸摸吧，红色，摸，你不能，别红了，红色，红色，对，你不要注意啊，不然可以让他红色，红色，我摸，喜欢是吗？那我要，哎，你是要下巴才能打，打的是六，他出了摸了，他出了六，大哥，他出了五，他出了六，他出了六，是吧？我来，我来呀，摸到就可以打吗？对，摸到可以打，只要摸到是一样也是可以打。就五是吧？对。没有。然后我全然后我变色，全然蓝色。对，然后千玺赢了。他赢了。你千玺有没有这个加二？其他颜色的加？加二。加二，我有个黄色加二。你放出来。加二什么意思？你上面不是写了个加二吗？玩玩你有没有加二排？绿什么颜色都行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它叫摸四张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摸四张，因为累积。我有个蓝色，我有个蓝色。你有没有？那你摸六张。六张。你没有就六张。可爱，可爱。摸六张。哎呦！哎呀，真棒！他们两个都是出的黄色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。你先摸六张。所以呢，黑四就是下一个人摸四张。别说这个。那你要是那你摸一张，你摸什么？我如果等一下，你摸一张。我如果说。出绿色，那我不用出，下一个人出。我这个为什么他直接摸四张？因为就是功能牌啊。下一个，然后你还可以变色。对对对，摸了已经，你摸了四张，而且可以抵消一次我打不了牌的那种。对，然后你摸了四张嘛，你要出什么颜色？那我说要什么？变什么颜色？出个黄色。你先变颜色，然后小马哥摸四张。变蓝色。我他打了这个牌，我直接我摸四张。对，摸四张，别说话。小马哥，小马哥特写。他变成红色，我打黄蓝色。你要打一变红色，蓝色。对，你要蓝色。蓝色，蓝色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蓝色就是。要摸一张，再摸一张。这个颜色什么颜色？再摸四张，再摸一张，哦，摸一张。摸一张。然后小美打蓝色，蓝五。哇，蓝五，我得出蓝色的了。对，他八张呢？不是，刚才他不用那个。来，我来九。蓝色，我你又出了，你还出那个？对对对。那我还是你有加二吗？可以加二吗？加两张。但我这个是干嘛？只能出加二。他就是让你加两张。你要没有你加两，我有，你没有加，没有加啊。那我失败了，下一个。那我你继续打。那我这个好吃会一直打蓝色，我一直。那就对了，你继续打。什么？你如果摸到蓝色可以。强怪没答案，强怪。但是我要打。他只能加，他已经被惩罚了，他加两个。那哎不，他没摸两个。摸了。然后变成搅局了，那怎么跟？怎么跟？你有蓝色吗？然后那你摸，接起来。蓝色都摸的。对。等一下。我打蓝色。有蓝色吗？摸。你有吗？金佛，蓝色，没有，用过没？蓝色摸摸，哎，这个是干嘛的？这是换方向摸。那这种时候就不能打了。你必须出蓝色都能打。就类似于这种。对。摸，一对吗？你这么多蓝色，可以出其他颜色。我现在黄色还可以出蓝色。不，你没可以出蓝色，出功能牌变色了。你可以什么变蓝色？咱们不变色，弹回去，继续弹回去，弹回去，弹给你。我拿出牌，他不是，他摸牌了，你摸。哎，终于有蓝色了。那就接着打，然后对变黄变，出了黄色的牌。那是变红色啊？变红色，可以啊。变红。哎，他但是你可以质疑他，如果说他手上有红，有黄色，他没有出的话，他就倒摸四张。有黄色没出什么？就是他不是打了一个黄色嘛？然后小凯说我要变色，你可以质疑小凯，你就说我觉得你有黄色，你没有打。然后他如果真的有真的没有黄色的话，你摸四张；如果真的有黄色，那我质疑你没有黄色。我没有黄色。那你要到摸八张，你要摸八张，他是真的。什么部门没问题？这个没听清。等一下，他质疑这个。你说，比如说我质疑他，然后他如果真的没有黄色，就没。等一下。如果他真的没有黄色，就是他没有骗人，就是你质疑失败，你要摸八张。我就质疑他没有黄色。对啊，他真的没有。对呀，就因为他没有，所以他出这个。对啊，所以他没有骗人。你质疑是因为你觉得他骗人了，然后他如果没有骗人，我就质疑他没有啊。那你就不用质疑。你质疑是我觉得你有，但是你没有打，我质疑你。我就质疑他没有。然后如果手上有两张牌的时候，你打掉一张的时候要喊乌龙。如果别人发现你没有喊，你就要再摸两张。我乌龙，你真的是乌龙，乌龙，乌龙，你打出两张了吗？对，两张就全乌龙。而且我输了，他又乌龙，快给他加。
快，我进球了，只能进球了。你要是绿色的，我两张黑幕了，不是一打五啊？一张，你刚说的两张，就是一打完还是一张黑幕，我有，别人干的绿色是吧？对，是一张的时候才敷。对，那没敷，那你摸摸绿色，变黄色，变黄。哎，我们的通道已经结束了。不了，不然了，我不了，不了。两张吗？你走了，你还是走了。不是，还剩一张。没有红色的呀？那不是红色。哎，不，他红了，他可以再去一张。他没有黄色，他没有黄色，只有一张黄色。黄色，又不了。不能污了，不能污了，不能。这几啊？六啊？五污了，不是污了吗？五污了。九。你也得出来一个，因为他最后一个是蓝色，他是蓝色。你说的是六是吧？你得出蓝色，或者是另外一个颜色六。你要说蓝色或者是下面的六跟七有什么用吗？没关系，就是同颜色的可以转，就只出颜色。对，就只是可以顺利的拿来，就可以出三把。红色来一波，左边红八。但是我没有红色，我变绿，变绿。绿色，变绿色吗？哦，绿。哦，数字一样变的。对对对，数字一样变颜色。我因为就颜色没有，直接摸。对，就必须绿色没碰。这一圈都是绿色。对，因为它换了色。我只能出绿色是吧？对，出绿色。那怎么样？出颜色刚刚说。对，二是吧？二，我就喜欢。对。啊，这个数字还得加的。不用累加，它只是要找黄色。就是它反应黄色，还是记得要反应黄色。要开始那个，那就是出来要通那个。那个是禁止，就是下一个人不能摸牌，不能打牌，直接。啊，你如果有一个一的话，就打，可以再打一张。是为什么呢？跟他一样，就可以再打人。就这个游戏是谁先打完谁去断赢，因为今天晚上谁输出啊？七，那我看我去输吗？因为他是七，你除非你有七才能出。我现在不可以的。轮这个加二，然后你就出什么？他就摸了两张牌啊，然后他就出了条红。他正常输了三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出了三，他也打个三，所以一样的牌他就可以再去。如果这个七的牌，那我没有红色，我摸牌了，就去摸一张。对，红色你怎么能摸？再摸。现在就是王源是吧？对，拿牌。真的是比赛，如果是其他人哥还是不是人？哦，等，我说什么？刚才打个红色，他我现在两种结果，出绿色，就随便出一张，一空牌，一就把绿色，对，一他相当于你就帮了他呗。怎么了？还是黄的吗？是下家。哈哈哈哈哈！一发就是黄绿出男子，什么颜色？你继续黄，红，先起出红，你摸到呀？他摸到。这个就没有可以抵消的，这个就可以变成他自己的什么？不是洗掉一圈，不知道谁赢谁。绿色，那么多红色的吗？还污到了，那就污到了，这小青就被染色。对，有那么多红色的。我红色，那边蓝色。这就是蓝色。你看我这边绿色吗？小马哥赢。绿又摸一摸，我走这，我也赢。那你可以再打，还可以打一个红色。我也不懂，再打两个蓝方。那功能牌不行，功能牌不能赢。那我还再出个红色。对对对，那我没有红色，我就那就这个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你可以，那我不出红了，我出这个。那我就打不了啊！对对对，打红色。我没有，我这个可以打。你可以打蓝色，进化果，然后玩出蓝色。出蓝色，九。出蓝色，乌龙。我服了。很难，这个牌不是这个牌在假的。红色，你不能把这挂了。那你记住，我进。他把你进了，你要摸黄，是吧？打出来。你干嘛？你打麻将啊？不是，他正好摸的是黄，就可以打。因为现在牌面是黄色的。你不早点说呀！我刚才就。你可以质疑他，如果他有绿色没有打的话，他就可以摸死人。那我就质疑他有绿色没打。就讲了，反正就说一点。你质疑他，如果他真的有绿色没有打的话，他要摸死人。我就质疑他有绿色没有打。刚才染上了，但是他变的绿色。质疑绿色，你只能质疑啊！对对对，你又来误了。我没有误。你看刚才就这样，我知道啊。就现在我来解释一下，如果现在打的是红色，我说变色，我手里牌如果有红色，你质疑我，那你就摸八张。懂吗？如果质疑成功，那个人就摸四张；如果你质疑失败，你要摸八张。你质不质疑？我摸牌不行吗？哎，那我可以变色吧？可以。你九变不了，他就一张啊！不是，变，对。今天有哪些事儿？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下面来看吧。继续摸，摸几张一个。没有的是要扣牌。那我还再出个红色。等一下，他质疑这个。不是，你说。来，我们猜拳，看谁先摸吧。上马，先摸。热点的布，猜拳谁先摸吧。来摸。哎，谁快一点？别等。摸几张？七张。七张。放快节奏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漂亮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把我的风衣拿来。没说，没看我要风衣吗？是个巧克力。好，没有七张吗？让我讲话，没有七张，还没有七张。你们不摸吗？还没有七张，你最后七张，你有了？哪有啊？他现在六张了。我说你现在有了呀。没事，就先。OK， 来，开始啊。蓝色加二。你
你有加二吗？你给我停！你有绿加二，你要加二，你绿色加二也可以冲，那加四张对吗？对，加四张，还要加二。为什么呀？没加二，加二就冒四张。那我这个不能出，只能出加二，冒四。我不能写啊！那我讲话。那我现在出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。是吧？对。你还有绿色吗？我有七种颜色，我要加二。加二，加二，加二，现在就累积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加二，你有加二出。哈哈哈！六张可以，只有打工那盘反转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那加二的时候，那我出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只能加。不可以啊！你要摸六张。给他下来，下来。先摸呗。然后该我出了是吧？对，出。这个不是把坑挖给我了吗？自己。出红，你说吧。二。红二。加哦，红二。加四吧。